夹方块是重点，放到这里。夹方块的时候帮我移动一下位。这样。我拍给老师他们看的、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话都会录进去哦。真的哦。对。真的吗？这应该有在录音吧？学长，你胖了5公斤，对不对？啊？没有故意录进去的。他这边卡进去的时候，因为他会往里面顶，所以反而会卡卡好。我放过来这边的时候，放下去的时候，多少都会有一点点震动到。但这边因为还算卡的刚刚好，所以放下去跟拿上来都还 OK。问题是他要放回去那个塔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差一点。哦，有时候就放得很好，我猜应该是好了吗？让它回到原位，然后就可以停了。大概2分钟。哦，它回到原位那么慢、它有一些区段比较慢，可是如果开自动模式，就整个都非常快。就跟你看那种电影，钢铁人在动的时候的那速度是一样的。屁啦，你钢铁人比较快。试试看能不能按开自动模式。